全球化时代要如何进行资产配置？投资第一上市公司股票投资标的可延伸至中国大陆、东南亚及美国。第一上市公司无论在财务报表编制及资讯揭露，皆与国内上市公司同一标准，公司治理评鉴取得相当好的排名。今年度殖利率达3.82%，优于上市公司平均。第一上市公司与你我共享经营成果，资本市场多元化，台湾视野国际化。